就是稍微提醒一下你们，就是从很早以前呢，就有很多冒充是宣子的人，说我是宣子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，不管是在微信上还是微博上还是 QQ 上面，就会有这样的人，大家一定小心一点，不要上当受骗了。
个酒是剥给你吃的。据说杨贵妃最喜欢吃荔枝了。你吃完也变成杨贵妃了。清楚，我可是你姐姐，你怎么能对你姐姐有非分之想呢？谢谢光芒，谢谢公白的光芒。叫姐姐，叫姐姐。乖，姐姐喂你吃荔枝哦。实在是太臭了，作为姐姐的我都快受不了了。这样吧，姐姐帮你洗个头，你现在坐着别动，我去拿东西了。你先睡吧，想睡就睡吧，想睡觉就睡觉吧。古筝少年，晚安。
这一晚晚安。明天直播的，后面几天会一直连续直播的。这头洗一遍不管用，
诉我你是谁啊，头像是什么样子的，头像是什么样子的，这个大主播头像是什么。
催眠你。